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刮这一张单双热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100元，头奖奖金有30万元，有高达7次中奖机会。然后这次挑选的尾数是30号，30号希望可以中奖了，30号。整个号码是03233903啊。好，马上来刮吧，来看看第一区棋啊，先讲一下游戏说明好了，游戏说明在下面这边。各游戏区刮开后，若该游戏刮出一个单符号且刮出一个单数，即得其对应的奖额；若该游戏刮出一个双符号且刮出一个双数，即得其对应奖额，不可跨区兑奖。好，马上来刮吧。这游戏玩了非常非常多次了，所以非常的清楚。先刮出，看是要单还是双。单，所以要来个单数就中奖，双数就没中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第一个嘛，26就是没中咯。第二个号码22也没中，游戏会有四个号码啦。再来第三个号码2808啦，08还是没中。来第四个号码，第四个号码中了耶，01耶，哇，中奖了，单双热啊，棒，看有个01耶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刮游戏2好了，奖金最后再来公布。来，游戏2，搞不好会中2个呢。来，游戏2是双，需要个双数。来，双数。来，29没有，29是单数。这也是给小朋友学数学，单双数，奇偶数。05也是单数，是奇数啊。再来。还没有啊，应该还有个数字啊，双数，哇，是27是单数啊，所以左边右边这边没中，右边这边要双数嘛，双数，然后这里是29、05、27都没中，好吧，来公布谜底吧，来看看这一张中了多少钱。好，来马上来公布这一张尾数30号的中了多少钱呢？01，噔噔噔，好，来中的新台币100元，就是免费玩一张刮刮乐啦，不错啦，总比乌龟好嘛，对不对？免费玩了一张单双热刮刮乐，这也算是不错娱乐啦，不用花钱的娱乐，这一张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就来做个简介吧。这一张售价新台币100元的单双热刮刮乐尾数30号宣告中奖，中的新台币100元。那就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